号的一个三分球，歪，但是这边有抢到篮板球，没有卡位啊。再给到胡龙茂在四十五度角的机会，哇，自投自抢跟进之后，一个身体对抗，裁判并没有想到，但波汉能把球给拨进去啊。台皮这边呢，这也给了海生一个好机会，再给他进去，小林同学，再给拖车，用左手，李焕阳把球给放进，拆之后外围李奇伟一刀短，快攻的机会，胡龙茂这边一条龙要往禁区里面走，再撞进两分，快攻非常平衡的球员。就是胡龙茂一个假动作，然后这边轻松的上篮得分，哇！哦，这个锋线球员也必须要多做一些强攻篮筐的准备啊，因为我们前面有分析到，连续四场的败仗，台币的三分。这边大胜撞进来，被盖了一个火锅，这边利用传导的机会。然后卡住了，最后哎，哇，聪明的打法，最后是找到在篮下的吴一斌，对，哇，于承安这个球有很多的碰撞 ，Brickman 找到刚好开底线的空切的队友上来 ，Brickman 的三分球出手空心命中。蒋玉安在上一个赛季拿下了一个年度 MVP 的表现，一份保险哦，不管你遇到什么状况，小猪总是有办法跳出来帮你处理善后。那最后的五分钟时间，哦，怎么没人管他？利用转移再给邱子轩，这次选择直接往禁区里面来走，也受到干扰，不过不还能以多打少的转换快攻哦。哇、哦，胡龙茂的 step back， 哇靠！好，给到底线完全的空档，等同学调整了一下，三分球终于再进了。对，再给拖车关了，底线邱子轩有完全的一个 open shot， 也投进了三分球。第三节开始啊，现在但是因为要往后退这个动作、啊，让自己的出手空间没了。邱子轩的出手没进，在篮下胡龙茂放进两分，这个球又可以回到他的手上啊。哇，他今天的表现虽然在数据上，哦，这边龙茂的三分球，真的是。防守 ，Rickman 再给出来，汤马斯有点勉强的出手再进，哇，而且这个三分球哇很关键，因为这个球进之后啊。61-58，让海神追到这次的假动作晃过之后，自己的高抛没进篮板球，哇，这个球传抢到进到篮筐去了。这一段就是没有办法去应用到、啊。大胜在禁区里面的一对一被盖掉，波汉能成功的防守。今天的罚球看到海神这边丢了五球，而台好彭湘走另外一边，两个新人的对决，但是。黄雀在后，看到了汤马斯送你一个火锅，好，这边被点到了，小安想要挑战禁区，这边被盖到，哎呀，的三分球，这时候关键啊，对，两边的比分，哇，这个比分真的是低得非常可怜啊，好，这边在禁区里面找到空间啊。波汉呢把球要回来，经过一个单挡之后，哎呀，这边提前的上篮没进，那波汉呢抢到篮板球，吴小姐切入之后想要挑战篮筐，吴小姐，哇，今天拿下10分啊，哇。